多人知道其實顏面已經沒有了，是的確是一件開心的新聞，你早就應該換了它了。我們要的是什麼？看得的嘛，這些就叫看得，這些素質就叫看得，不要看下半身，看上面。喂，不要，你打電話來撲我，顏面是不在這裡，沒有消費品不要緊，因為它都屬於遮蓋，我們有三個新手在這裡，這些叫看得的嘛，是不是？又唱得呢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早上唱歌給你聽，我們要這樣的支持。今天的話題就是說，如果你是 MyFM 的老闆的話，你應該怎樣安排呢？或者你有什麼意見給我們呢？你說先。我覺得咧，晨早咧就應該換咗阿 Jeff Park。點解咧？因為係咪佢又冇帶早餐入嚟啦，又口衰衰啦，成日入到嚟係咪又冇化妝咁樣啦？我係屬於 K-pop， 我屬於 K-pop 嘅嚇。OK， 咁到你啊 ，Nico 係嘛？啊係。我見到你名字。誒，之前你有聽過 My Fam 個嚇？係。啊，如果俾你做老細嘅話，你有啲咩改變或者有啲咩建議咧？加啲乜嘢？減啲乜嘢？我本身覺得如果加埋 Nico 最好啦，食嘢啊，係啊，得喎。咁多個 shift， 你覺得做咩 shift 好咧？係咯，你會做咩節咩單咩節目？我會咩時間咧？我會揀做夜晚班。啊，啱啦！我哋凌晨十二點之後冇 DJ 嘅，你喺度做啦。啊，因為有好多人陪住你啊嚇。兩位有咩特別嘅？有咩特別意見咧？或者如果俾你主持，你會想主持啲乜嘢節目咧？我想主持啊，私房八達。哇 ！Drive Time 喎，哦，你係中意嗰兩個嘅？啊，因為佢哋嗰個好多遊戲都好好玩嘅，好有趣，冇 taste。嗯，就有機會的話就都可以嘗試。哦，佢係想由朝早六點開始一直做玩啦，你點了？好啦，我哋給你一個機會，我們試過最長時間哦，那五十個小時 non stop。给你打破了，你看看。我等你讲了，我们给机会你了，好吗？你留言给我们或者听朝歌上，这个很大胆的节目来的，因为分分钟我们两个都被人踢走。喂，大佬，不要只是踩一赞下都不行啊。你可以写你的留言讲一下，如果你是老细，你要怎么安排个节目，要加什么减什么等你啊。最好加薪啦，唔该。听朝歌上来了，多谢。